我是神农，太对不起师傅及网上所有打的师傅同学了，深为抱歉。愿我姐终身在你神农虚实的法会上，所有的恶念、恶行、恶果、灾难、病苦都能统统忏悔、消去干净。愿我积德和不积德时，玄果师傅及终身的所有坏话、德话、不吉利的话，统统收回作佛，不讲我的等了我，只讲神的等了我。下面我唱一支关于灵感歌。供养师父神儿，南无观世音菩萨，大悲慈悲心，恭敬海洋圣家之行多米经，感化有缘人，世事中无畏，三世化身，千手及千眼，降伏众魔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莲座勇慈人，舍去现今身，仰止水洒凡尘，感六蕴群神，早念观世音，莫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用力把难一切灾殃苦厄化为尘。赞叹班的和服与魂观世音菩萨那么威力无比慈悲广大救济众生和服在世间。另外借此机会谢谢大智慧的班的和服及灵济智慧的墨家居士梁师傅、易师傅、大师傅、小真师傅、勇师傅、强师傅、金师傅、罗师傅、银生老师、殷勤好友、方老师、清人师兄、上海的电脑高手、自然师兄、阿信菩提子师兄等大力帮助，不仅赞叹你们和法会上多才多艺所有大大神游的所有电力设施一并设席，祈愿佛福法体永久安康，天天吉祥如意，无灾无难，中外都是随缘起，所到之处终身一流，都是听话的善良弟子，高手成就不穷，恩大自在，好事心想事成。祈愿佛福永久居士带领我姐众生此次成佛啊！誓愿我姐众生等着与的同伴的佛福天天感应老教，誓愿法缘永恒坚固不坏，并能眷根人生此次成佛，皆大欢喜。谢谢佛福及所有大大同修的誓愿祈。2022年10月9日，作者美意，谢谢。